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分享参孙，我觉得我自己心情都很沉重，因为觉得这么有一个恩赐，有能力被神所拣选做这么大的事情的一个人，可是生命里面却有一个这么深的阴暗。对我而言，我真是诚实说，我一点都不是觉得参孙你很糟糕，而是我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也有我生命里面的破口，我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不要像参孙这样一步一步往下走，而是像大卫一样说，让我去而不返之前，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我不是带着我的罪、我的软弱、我的失败、我的破口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是可以力量复原的，是可以生命的破口被堵住而力量复原的。参孙一定要搞清楚，他到底从什么地方跌倒的，他的破口到底是什么。再读这段经文给你听，他说参孙从梦里面醒来，他心里说，他跟自己说，哎，起来去活动活动，动动筋骨，因为他习惯就是这样力大无穷，但是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他却不知道，这几个字真是给我很大的提醒。一个被神这么大重用的人，上帝已经离开他了，他竟然不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吗？就他习惯没有神的同在，他已经习惯了，反正我每天都做这件事，我每个礼拜都要讲到有神同在，我也是讲；没有神同在，我也是讲。我每个礼拜都要录恩典365，所以有神同在我也录，没有神同在也一样。久而久之之后，你知道那有多可怕吗？就是你已经完全失去神的同在了，我还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我继续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论你有多少了不起的侍奉，不论你的服事里面有多少神那个荣耀的恩典，有多少的馨香之气，但是我们必须问自己，我知不知道神与我同在？我是真的走在神的同在里面吗？还是啊，反正我都是这样做。我再说，参孙为什么竟然他却不知道，失去一个被神使用的人，失去神的同在，他竟然没有感觉？你知道那个感觉好像什么吗？总经理非常重用的一个人，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说，啊，总经理好像已经很久都不理我了，我都不知道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老板不是很重用我吗？他已经这么久不理我，我都不知道，以至于今天总经理开会有叫我去，没有叫我去，我没感觉。我求主施恩帮助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你要敏锐，神是不是仍然与你同在，而不是没关系啊，反正我还是一样做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真觉得参孙生命里面最悲哀的几个字就是他却不知道，他无感，对于神的同在与神的离开无感。求主帮助我们对神